好 Sharon， 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张惠妹的《听海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写信告诉我今夜海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听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，悲泣到天明。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谢谢。唱得很好，谢谢。音很准，你的声音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厚，唱到高音的时候呢也不觉得你太吃力。有没有你如果出去唱卡拉 OK 的话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有点像孙燕姿啊？对对，一般都是说像张惠妹和孙燕姿是吧。我第一次听你唱歌，你的声音很有特色，有点那个孙燕姿的感觉在里面。那整体来说呢唱得很好很稳，唯一呢就是感情方面那个激情欠缺了一点，在那方面需要再多一点努力。 OK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I know that we all got one thing that we all share together.